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豹子是猫科动物中体型最小的一种动物，虽然如此，但它依旧站在食物链顶端。豹子身手敏捷，动作灵活，最值得一提的估计就是它们的速度了。短时间内的爆发力相当强悍，而且力气还非常的大，就算是被称为水中大陆的鳄鱼也是它们捕食的对象。但并不是说每次捕食都能万无一失，有时候也会发生很多尴尬的事情。视频中，一头豹子正在大草原上觅食，突然发现了一只小角马和大角马，于是他就趁其不备朝小角马跑了过去。可怜的小角马被一口锁喉，本来正要逃跑的角马爸爸瞬间扭头，用尖锐的角对着豹子就是一顶，豹子瞬间被顶飞，转身就跑。不得不说，真是太尴尬了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，想看更